风打鸟，我就纯面伤。哎，切入战斗这一刻，包括就是看到了双方的阵容阵法，那么目前打眼一看，劣势还是在观战方，一水雪山这边啊，可以看一下比赛的具体的进程。包括开场宝宝的话呢，观战方这边更多的是寻求一个稳健，避雷宠，对方的善恶宠触发了一个神佑。那这样的话，无论是啊还好，神佑一比一。那无论是轻宠节奏来说，包括对方也有这个女儿村加上武装啊，而且我们看到对战方的女儿村加武装在开场的话是全场的一三速，那这一把鸟阵现在从目前这个速度来看是完全失去意义的。对，你既被大克又没有我们说速度上的一个掌控，感觉这个阵法开的有点失败。主要现在这个九黎城谁管，好像已经管不了。对，管不了。踩个塔，武术的一个盘丝，等下我们看一下这个盘丝它到底是怎么用吧。嗯，这个盘丝的话，加上宙斯普陀，理论来讲可能还是走了一个二脉打蓝吧，紧箍咒挂起来，确实九黎城也不需要气血上限啊。那这样的话，优先的照顾对手的神木林或者女儿村，就是全场一速这个点都是很有必要的。凝滞给到观战方这边女儿村，踩了一塔。哎，双方都是先清一下宠，因为这个阵容的话，等对面也是他要慢慢把这个我们说状态先找一找，不着急。这个盘丝，什么经脉？什么经脉走向呢，也是有一点点影响，就是说到底是打蓝还是说如果说你是可以降对面速度，有没有机会说我不说拿一速吧，就是说你的武装能不能抢回三，对吧，打往后打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能打到三十回或者四十回的时候，有没有机会拿到一个，我这边拿到一个二三会好打一点点。由于阵法大克，一会儿的话呢，对于观战方一水雪山这边人物单位的抗性其实是一个考验。我们通过人物单位变的这三张卡吧，对吧？尤其是女儿村武装盘丝，尤其是女儿和武装这两点，你这两点的话，现在变的是曼珠沙华卡，那么又没有拿到速度，过一会儿的话还要受到对方九黎和神木林物理和法防双重的一个考验。从总体来看，暂时不是特别。觉得这个整个比赛的走向不对雪山不是特别的有利，是连续的一个风鸟二刃，我先把宝宝清一清，因为这边他是一个女儿村跟武装二四，那我就不清你女儿村跟武装的宝宝了，我就尽量不让你变速嘛，我一三压你二四了，对，我基本上我就只碰这个宙斯普陀，对，加上这个盘丝的一个宠。同样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即使是观战方这边开了一把鸟阵，那屈服孔庙风头位这个九黎现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速度，一个全场的七速，他上一回合是比自己的华山寺速度快的，之前呢在无论是华山剑会等一系列练兵里边的话，屈服孔庙也曾经开过一把鸟阵，鸟头给到九黎城是能够快过自己对手二速风或者三速风，理论来讲的话都跟这个九黎城当然也是跟加点有关系吧，他当时作为练兵的话也是作为速度以及伤害的一个配比一个尝试，但总体来说的话九黎城是完全支持把速度相对拔高一点的一个物理性的门派。他那个卡片暂时来说从六九到幺七五的话，他的一个卡片使用有很多种，那确实。来风云二刃，哎，宝宝触发了一个神佑，还是可以。那包括我们往后看的话，如果他在他不抢速度，就是说认为对面没物理系的时候，我又领卡行不行？他也行，也行。所以就看后续看看怎么去应用嘛。毕竟现在在天元组或者说在武神坛用他的一个队伍不多。雪山的话也是意识到问题，尤其是速度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赶紧把一尾毒浆拉起来。而且开场不得不说，沂水雪山虽然说目前阵容以及阵法有一定劣势，但是开场的运气还是不错。观战方这边一号、五号宝宝连续触发的神佑，能够让自己的宝宝劣势没有那么大。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要是说自己这边三封加上一个宙斯普陀频繁掉宠，对吧？那你即使再有速度，人物单位，那你是打控制还是说拉宠呢？那碰到这个每回合都能够出手的九黎城，主要是给宝宝造成的伤害。从目前来看的话还是
还是比较高额的，对吧？你保卫也不可能说拉起来，拉出来之后要直接摁防御，是不行，因为、你即使摁防御，后面还有一个冰川怒在跟着一手呢。是，你也得开风。哎，现在拉了一个速度圈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说武装有速度了。嗯，就是说，这个盘丝也是看，如果说真的是降速度的话，看看能不能，我把这个武装的三速给稳住。嗯，就看是截阵还是利刃啊？对，来风影二刃。摁防了，触发了神佑，四号带走，也是可以看得出，其实今天曲孔庙他九离城，你看他打法就不一样。嗯，他现在我上来我就封印二刃，分别的我去清你的宠，对，而不是像之前一样，我先封印二刃，然后我用这个直接三荒把人抬起来，把人抬起来，然后又力劈苍穹打这个我们说整体的一个面伤。没错，我现在先清宠。哎，他不着急。哎。因为120分钟的比赛，我只要，召唤兽的优势足够大，我后面推掉你这个鸟阵保一的这种阵容的手段和方法，其实还是很多的。一把效力给到对方的四速武装，哎，没有办法，只能补宠。你看这一回合，观战方的盘丝以及武装，除了出宠之外的话，不能有其他任何的操作。化石四也补一只，而且你补出来的宝宝的话呢，伤害，对吧？还要兼顾自己的一个抗性。是。被动炎魂先触发。哎，风影二刃，再加冰川，再加上宝宝，有可能清两只一回合。来看一下，下宠下的速度非常快。对面宝宝的这个输出分配有，哎呦，这样下去，再加上对面有武装，嗯，好像观战这个阵容没有任何的这个，你看屈服优势，屈服一排宝宝是什么？屈服一排宝宝是善恶壁垒。对，你摁防御，因为他是第一回合的话用。善恶是吧，先打出了一波这个伤害，我们看到了抢了第一波伤害。那么化石四的话呢，其实在一尾毒浆之后不需要活血的话，屈服孔庙的化石四这个可以再拉一把金刚，甚至都可以。如果他就是说九黎是单对一个宝宝去输出两到三个师门技能，我觉得就跟壁垒。哎，然后如果法系他跟冰川怒，那就跟善恶。他主要是也逼着你雪山，就是除了他自己的输出之外，他逼着你雪山这边召唤兽，你要对你的操作进行一定的考虑，因为对方已经露出了善恶，那又有壁垒这个技能存在，你摁防还是不摁防？是，你果不其然，对吧？这又一波金刚护法拉起来了，那现在宝宝上有优势啊，就是这样，封印二刃，你摁防御，一定有壁垒会跟观战方这只五号宠。是，那也是可以看得出来，这边的话是要打蓝了。嗯。恶报，嗯，再次触发神佑还行，对吧？壁垒跟善恶的话压一号，就他整体的人物单位，两个输出单位和前排的宝宝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啊，那这样观战方的盘丝还是一个打蓝盘丝，是整体的一个现在都不太有利对于观战，而且就看不到他有很大的这种可以制胜点在，嗯，如果他往后打。那重新出了一个牛村的宝之后呢，也是拿到了一个场上的一个医术。嗯，双方武装都是新出宠，再加上刘宁志对面也是用了，观战也用，所以武装的三速是保持在对面，真的不太好打。而且就是说现在一开始等到对面出侵时，哎呦，把医术抢回去，本来吧，诸神法能拿个医术，那现在的话，医术又是因为对面青石给到诅咒直接开点，因为已经挂了三回合了。嗯，对战方的话是一把活血是会给到女儿村的，看看会不会摊一点。控的也是武装，不是对方的化生四，魔音摄魂能不能够中？有中，那这样的话，对战方化生四一定行动失败。巨岩破砸也看到了，对方化生四速度相对来说慢了一些。是，死亡召唤破了一下宝宝的招架。观战方这边避雷宠加上下一回合开场的这个紧箍咒结算伤害应该是够的，那这样的话对于屈服孔庙的女儿村要进入一个判定，封印二刃宝宝再神，确实啊，这一五号宠神用的还是比较多，避雷宠也会全跟，因为知道屈服的女儿村是什么，163加神用，对吧？哎，这是他的一个特色，倒地一下倒地。那官方也算打了一波这个我们说消耗，嗯，对面拉起来要考虑的话是要拉，要然后又要开掉，嗯，而且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在。这曲阜的女儿村要是带个
定神先擒可就有点就有点太针对了，可就有点儿，那就省事儿了，对，直接一个九转，是吧？刚好九回合了嘛，在林元手里也有，那看一下吧，还是说一拉一开，继续风化声，嗯，偷龙，偷龙，让你罚站一回合，是的，啊，挂个紧箍咒过去，用他最快的宝宝拉，我觉得应该就是没有先擒。一把金青、哦、是为了配合金青、嗯、那也很省事儿。宝宝站住，而且的话那只宝宝是能够配成化人四速度的，有可能、虽然现在化人四是一个全场的八速吧，依然是有可能能够配成那个速度的。是看对面有没有还有顶药啊，感觉不太保险，要开自己后续也没了吧，有一只壁垒、嗯、壁垒所以没跟，我再反控，因为发现了不侵蚀的话呢，全场一速现在暂时是丢的，起身之后一把慢风快，那这回合又可以控观战方这边的武装或者盘丝这两点里边的其中一个，有可能 会控盘丝是吧，那对面的武装可以控观战方这边的武装，是那确保化人四一把活血，那头上的紧箍咒刚才金青也解掉了，那暂时又没什么压力了、压力不大，而且还有一只能够顶血的宝宝在，对面反正他现在、就是我处于平稳期、嗯、如果等到拿优势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尝试一下流云自己化生凝滞你的宙斯普陀、嗯、就说我拿尽所有场上的一个速度，是哎呦对面武装三连水，你至少来一个我先活血你再砸出来对吧，紧箍咒再给，幸亏也是能够尽量给上还可以、嗯、直接开，我就觉得你会直接再进聊我，我也不控你。对面的这个三号宝宝的速度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效果。嗯，再次风影二刃，继续。青宝宝效率很高啊，就是一回合两只。反正前面的话呢，人心层数也不高，直接把人心在直接把这个。回春再交一手，刚好也是解掉了这个紧箍咒，都没有问题。是，如果青宝宝就是这么持续、这么顺利的话，打到比如说三十回合左右，对面其实他考虑可以考虑，比如说给九黎，或者说给什么林，我就上一个天地够了。对，你是碰不了我的。对。水神不是特别好打。看一下观战下一把罗汉接在哪里吧。对面的话，其实如果有怒的话。或者这一把因为武装是控出手来了、嗯、要不要我选择套一把观战方化生就女儿控盘丝出侵蚀，应该还是轻宠就不着急，真的不试试观战方女儿村吗？控盘丝我觉得怎么有点像啊，是不是三方要抬起来了套化生，哎呦两风不中，就当他风中了吧，反正给一把瘴气过去、华尔斯活血保宠吗？来顶个蓝，确保自己能够出手啊！继续清宠，又是要清两只，看一下啊，可能要清三只的一个感觉。冰川，哎，又神一只，嗯，但是一和五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神木林出侵蚀，他肯定觉得神木林能单杀这个三号的，一定会分清的、哎，对，三只，毕竟他是走的组合技啊，对，被冻住了一只，这个魔化万灵侵蚀技能确实，对于观战来说，如果触发了点被点杀可能性也很大。那么同时的话呢，神马回合也已经结束，是吧？屈服孔庙的女儿村再次拿回到了自己全场的一速，对，给对面地方发温，那化生四还是没有办法回到血，嗯，巨猿坡再砸，但是没有复发无边，而且血量还高，观战方这边后续是没有召唤兽能够跟伤害的，那即使是下回合开场有一个紧箍咒，这也压不倒呀，压不倒啊、这宝宝清得太快也会导致有一个问题，就假设啊，观众方想出地听，好像你出来被划的这个概率很大，太大了，对面四只宝宝过来有点难受，
照这个走势，这个 PK 好像又是40回合左右见分晓了呀。对，因为青宝宝的效率、我们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对，因为照目前这个节奏来说，取虎庙现在是完全不需要出谛听一类宝宝的，对吧？对，不出啊，就我就现在就是前面青虫就好。那可能到了，哎，你说这回合有没有机会？那摸谁呢？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摸盘丝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有想法的话就会控观战方这边风系了，不让你开。那封二清三是吧？是，这鹈鹕再砸吗？有可能是吧？鹈鹕点鹈鹕巨猿魄再砸对战方女儿村，哎，再次触发163，有晶晶，难受。有晶晶他，你没宝宝进攻了呀？三号这个一只不够的呀。那这样的话观战方女儿村这回合没有开开是吧？没开啊，二号开已经没有宠了。对，碎鱼控不想吃魔音摄魂，第二把有花护有资金控中踩个塔，武装控武装，是不让你控我的化生了，也不让你进疗、就说这个套餐两个你都用不了。但是化生八速观战方这边周师不多，其实他的速度优势还在，只不过确实要补宠了、没宠了，再来高蹲期的宝宝补出来，他不能防，他防谁开女儿又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情况、我觉得、这场比赛九黎城好像伤害比之前又更高了一些是吧？是，因为之前的话我感觉好像开刀也就是在一千二左右，一千二一千三，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到了快2000的伤害了。当然也是因为阵法有大克。对，这个态势打下去真的就不太有办法吧。因为就本场比赛局内来说的话，曲阜的那个九黎城伤害能提高的方法其实还有很多呀。那真阳令旗包括魔镜孩子还都没出呢，到现在。对，你等到对面武装有机会他把他先上一上，其实整体来说你拿他没办法。哎呦，主要从另外一点，对面就纯场打到现在也就飞了武装一只宝宝。是，因为你看整体这个局势，雪山你的宝前排的宝宝如果站不住，被清的多一点，曲阜突然发动一波进攻，拉出两到三只谛听，你这边没有乱滑，那下一回合的话就只能是靠灵元，靠，如果要是有这种罗汉的特技在的话，就只能去硬顶那一波伤害。16回合，风天气又来，那么。曲阜孔庙有配速能够开掉九黎城，化人寺拉一把金刚，这回合的话伤害又能够打得比较稳一些，而且是不是曲阜的神木林在一把金青过后，之后是九黎城放的金青，现在双方都踩着塔，观众方这边周师不得已经有那么几回合没有把紧箍咒丢出去了，等你这边宝宝拉出来，再有对方三个四个人物单位吃人紧箍咒，好像多点的金青愤怒又够了呀。是的，我感觉还是武装这边，武装的这个三速问题很大，如果说能够拿回来的话，这场比赛不说有机会赢吧，就最少他能够有机会牵制得住。那这回合怎么说，双方化人寺同时拉一尾渡江吗？得拉，不想吃紧箍咒，连步去控控武装，也不中。给机会套过来，因为你武装有塔。塔怎么说？塔被套掉。所以说这个武装的速度会决定太多东西。就是说武装有三速，起码观战方他能多打20回合，我觉得。就是说不管比赛的结果是什么样的，但如果说真的武装没这个速度，动不了啊。观战加流云，对面拉金刚吗？直接抬起来，浮空，接力皮苍穹，两连三连，
意味渡江，确实速度对于在于曲普庙这个服务器来说的话，比天大。我们看到的很多就是可能会用20回合左右让地府除了加这种单体特技之外去抢速度，对吧？包括之前我们看到非常极限的武装可以给到地府加一把天地同兽，硬顶着对方这种开场的伤害不算太高的攻宠，对吧？硬顶着这个伤害就去幻泉之息抓速度，都是有的。就不管是打什么阵容或者国标体系吧，他清楚就是说每个速度点他对于这场 PK 可能说影响最大的那个人物单位，他去把它保持住，或者说我把它抢过来。是侵蚀技能，来再给一把效力，要继续控对方的九黎城，但是有侵蚀有一定抗风能力，也没有风重。对他侵蚀的话就是令这个浮空的几率增加。那好像这一回合广木保不住了呀。保不太住是吧，你优先活血，就如果要优先活血应该也是给这个女儿村。对，侵蚀伤荒镜面全部抬起来，哎，力劈苍穹一连两连。女儿村怎么说，其实很危险了，已经三连开始去贴了，剩一次血。还有会不会跟这个风卷跟一手群秒，应该是跟一手群秒，一把金青那打得比较稳啊，他的愤怒确实是够了，对，满了。那其实这个就是两个单位做一个参考，既然说对方的神木林的又一把金青愤怒够了，那个九黎城大概也就还差2到3回合啊，他的精青愤怒就又够了。但是他这一两三个回合都不用放了，不用放，没头上没有紧箍咒了呀。是，观战现在很难受，就找不到那个制胜的点。像刚才那种我们说去压对面女儿村，其实是有一点点消耗的机会，但是由于对面有三号在，对，而且武装有速度，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连环的去打这个。再说观战方这边女儿村要早起指人了呀，这个盾不能省的，不控你女儿了。对，这个指人真的是不能省。桃花四活血，有风重，这可是风天气，罗汉在九黎城面前毫无作用啊！一把媚眼如丝，你是回合末能够加一定血，而且可以看到那只三号卡速速度卡得非常好，即使是说你有一把偷龙。就只要是我能够卡上这个蓝的话，我能够确保自己稳定出手。是冰川清风出山宝，雪山出孩子的话是为了刻意的把自己的宝宝憋一憋。观战方这边刚刚18回合化生寺宝宝已经消耗过半了，归宿孩子。曲阜现在是太顺了，就是说武装冠都没有那种被封的机会，我去加真阳。就曲阜打的顺不顺，一个是加不加真阳，一个是起不起天地，这两样都不需要的话，那就证明整个的局势完全在曲阜这边控制当中。是，或者说像他这个武装这个阵容就可以攒三点一起加，对吧，带只地听嘛，或带一只极端宠嘛，对，这样子很舒服，也比较省事儿。这回合曲来了，这回合曲阜的化生寺呢会直接加那个金刚护法的，可加，因为刚刚踩塔了嘛，也没有血量上的一个压力，带拉金刚，没错。曲状态曲一下，冰川高轨的是盘丝的一个宠一半，出了一半。在十几回合宝宝下半的情况下呢，雪山那边选择了出包括归宿孩子以及鬼魂宠进行一个应对，但这种应对的话总体来说是非常被动的。是，现在就剩两只宠，两只有一只吧可能还要开封印，那就是你这个四号如果对面他武装起个生命之拳，你可能劈个20回合才能把对面的三号给劈掉。雪山应该是想走精青，曲阜孔庙这回合应该会给到效力，那就看效力或者日月乾坤的话能够给到几个点。整体速度来说，那毕竟是开了一把鸟阵，还是在前面的，对吧？
武装的话，觉得就是这个化生的肯定得套的。武装套化生。对，武装套化生这个点我感觉不变，因为你武装，你不出桶嘛，哦，是吧？你武装，我感觉这回我就放你了，因为你刚也是罗汉丸，没宠。控咒师，看对面武装控谁了？天地，天地的话，那就直接要开了，要开找提气，看有没有。观战是不是化生有？控对面武装特技的话，还是咒师这边来，我们看一下。嗯。风影二刃。就你现在慢慢的出孩子了，所以说对面天地的时机就到了。嗯，场上没什么攻宠了呀。嗯，就个三号，刚才是用了力劈，就算有壁垒，也没有办法对九黎人物的对劈不动的。小蓝也有携带啊，持续的是在顶小蓝。没有办法，徐福的女儿村可能会踩个塔。可踩手里，他手里的愤怒主要是比较少，对吧？要不然刚才也没有必要去冒险用一把聘停，不去 对不去笑观众方这边女儿村，他手里可能愤怒比较少一点。先笑再封的话肯定是好的，有消耗。对，要不然等于就是放这个女儿一直在外面出手封。是，反正现在我觉得是这样，屈服的天地不是也加上了吗？女儿村还是连部来控女儿村，不中。反圈法系也不中。点个生命之拳，这三号就飞不掉了。嗯，塔化生塔掉，塔掉。但是这一回合的话呢，其实化生四的作用不是特别的大啊。是在这一回合，小蓝也有点盖一手罗汉，青孩子。防了，对面如果九黎跟神木莲是同清一支的话，一会儿是能清掉的。嗯，就全力去清，就差一丝血，要不然这个仙指路的话开不了。对，开不了。孩子有可能是鬼魂的，但是就差这一丝血，不过千吧这个血量。对，对面武装要考虑探化生了，这样子。但当然现在问题是，观战这个地听出来。找谁的麻烦？这个地厅一定是清对方前排的，他一定不会找人的麻烦，他是要把对方前排宝宝清一清，让对方能够拉一下宠。哎呦，对吧？直接全地厅命中。嗯，再套有塔的单位，对吧？观战方是不投资的，这个地厅一定是瞄着对方前排去的。是，其实哎，这个地厅已经出手了。嗯，其实明星赛的时候咱们就分析过，就是说九黎城它的速度这么快。一般的地厅出来好像一点机会都没有，而且它是我们说这种师门技能，它是各种连击。嗯，它不像大唐，它只能比如说一个偏红一击啊，或者说平 A 找半天这种去清。嗯，所以你的渡劫给到如果没有它快的话是不行的。对，不行的。嗯，而且它能打，说白了如果真是两个风影二人过来它能打四下。怎么贴或者说这个给全白费啊。对，都白费。对，这点是比较头疼的。那不管像以前我们的说法是，不管怎么厉害的输出或者说多高的伤害，你只要小爽把它摁在地上，那它就是等于零。对，但是这个随着九黎城这个上场，就看后面有没有人说能用国标压得住。当然用国标要考虑的问题是你大唐没他快的，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扫得出来啊。所以嘛，打败九黎城用什么打败？用九黎城打败九黎城嘛。是，其他队伍得赶紧。你快，我跟你竞速嘛，对吧？或者我也比较期待，当九黎城碰到天机城，他会是怎么样的？九黎城碰天机城啊？对。那我觉得是这样，你看现在九黎城的话呢，带九黎必然会有武装在，对吧？那有武装在的话，你天机城你这个。你针锋锋芒下不下去怎么办呀？是，也是禁药把对面的一个金牙火雨给禁掉了。
我确实没太看清，是不是还有一个黑玉、啊、对，黑玉跟一个地神香。地神香。但 当然啊，这场比赛观战的盘丝，它不是落花的。对。那还可以，地神香没了就没了。哎。只要不是九都可以。是。那等于对面女儿十九减三还有十六个药。他药太多了，平均对，除了九黎城，因为他那个是一个配速，对，所以用的这个药多一点。我相信再打下去，他可能三号会主动换掉，就是平均一下这个药的消耗嘛。是。效力屈服暂时不会考虑这些事儿啊。啊，这一把水清是要放精清吗？双效力。我个人觉得这一把水清可能是要放精清的，只是为了一个紧箍咒，好像不是特别有必要。哎，来，风影二刃，再来，再加上冰川，这宝宝是不能神的啊，四千八。滚横虫起来，嗯，目前来看好像雪山宝宝出完这个比赛就结束了呀。对是吧，就出地厅吧，感觉也没有出手的空间，出其他虫也是等着被控，嗯，就很难受。速度也丢，嗯，现在倒是有了，因为对面没有了一尾都江，先踩个塔，哎，直接开腰，能不能控中？含情脉脉，有控中，打个光辉。对面其实对于自己没有速度圈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就是说应该换向操作了，对吧？补补小特技，或者说踩个塔，这样子才不浪费回合。嗯，虽然有圈中，对方踩了个塔，是，相当于还是有效操作。一号就差二号就差一下。这个暴击是完全不够呀。又走，没办法，华尔赛还有三只。对面会不会有高区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会不会有主动换高区的，因为宝宝太多了嘛，对吧？随时哪个单位都可以换，如果有高区的话，那确实观战无论是一还是五这种高鬼宝宝就很难受了。武装被封，你觉得这回会不会给镇阳给这个神木林啊？这可能性感觉比较大啊。也可以，确实也可以。那侵蚀有医术，那按下侵蚀去的话，那一定是把镇阳加给神木林了吧？因为不问侵蚀的话，有可能还是人开加天地，甚至都有可能。仙塔也可以。佛法无边，想找找机会了。金青，其实他的愤怒早就够了，嗯，对吧？因为刚才我们说嘛，你判断神木林的那个愤怒，就可以知道九黎城的愤怒是多少了。观战方这边一直没给过效力的，没时间。只要自己这边，嗯，怎么说呢？他的一个愤怒也不好攒，嗯，因为对面九黎他不打面伤啊，对面神木林跟九黎，他也只是轻宠。整场比赛打到现在，我记得就用了两次这种，我说三荒吧，嗯，其他的都没有。一次是用了，然后另外一次是那个侵蚀出来的时候，他再次用了。所以说基本上他也不打面伤。那怎么说？对方武装天地可以再加，可加，嗯，而且加上速度圈之后有一速了，可以去加一下。哎，女儿村可以封印，可以效力啊。嗯。观战方那边的话。看样子像是咒师普陀继续紧箍咒对面的女儿村，对，他想找机会，嗯，碎玉控头上开花，那命中没有问题，嗯，天地在家没也没问题，
清风应该是宝的咒师出手，还是说宝化成自己把活血呀？哎，紧箍咒给女儿村啊，这一定是优先给女儿村的。雪山还是想把曲阜的医术给处理掉，但是挺难的，挺难的。铁火双阳，对，浮空，来力劈苍穹，一连、两连、三连打满。冰川再清，6600直接带走。确实是有一手清风宝出手，化人寺活血也给到，那近乎一个满血的孩子直接被一回合清掉。好像能挣扎的只剩这种高鬼的宝宝。而且我们还忽略另外一个问题，现在28回合了，如果当官方这种血量残的时候，他九黎用灵宝是不是全倒了？我觉得是这样，九黎城呢用灵宝，其实他就只要是不用多灵元，就只要是两个单位就行，对，就俩单位，3.0元同时就造一把这个两个单位的双杀，其实就够了。是他。那前面的话呢，其实要看他的神木林的操作，是他神木，或者就是说前排有地听，或者说神木林就曲阜的神木林加了密润给风卷之后的2到3回合，雪山这边就要特别注意了。是，如果你不出宝被我封了之后，我有可能真的就给你封杀。对，所以这个九黎这个潜在的威胁，就等于现在是满血的鬼魂孩子起来之后，直接被九黎城给压倒。他就等于是现在是有两把剑斩，对，他在身上，他是同时放，对，他两把剑斩同时放就很难受，有两把剑斩这样的类似的一个效果，对，会打过来。如果官方他不出宝宝，甚至是我们说不把这个血量维持住的话，这两个地听，这两只地听其实就默认都是那种快法地听，你攻地听的话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为你攻地听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一把曲阜孔庙神木林他摁出了侵蚀，他不摁侵蚀他麒麟三叠的愤怒也够了。对啊，好，盖个罗汉，那看怎么保，直接不投资，拍四，那对面就是给一下尊重，我拍一个九黎清一个就完了啊，不让九黎出手，他应该是拍四九黎打四，然后那个侵蚀的神木林去清。哎呦，金星兽，我是真了解你啊！那两个风影二人，三个风影二人吧，排着队来。这出不了手呀，直接就你出这种地听是没用的。你看随之而来，就是说大家限制九黎城的手段也，也就是说太过明显了。对面曲阜，行，我就也直接默认了。就是轻轻肉这种打法就太有针对了。好，那女儿村这只伤害不低，那这回合的话一定是曲阜孔庙清理的一个这个对象啊，观战方这只3号手是这么打下去，确实等到九黎城他放这个灵宝的时候就要收比赛了。那还要面上压一压这个血量，再压血量，一回合就造双杀，不着急。全武装，先点个灯，来复仙蛛丝，抓第二手，看九，没有、这个三大剑，五龙九转，大金。关键的东西啥也没有，一个都没抓着。因为这场比赛九和蓝嘛，对吧？对，九和蓝是比较关键的。风影二刃，那这只高鬼宠倒下，不管公宠，还是不想让那个医术有变化。对啊，自己的宝贝也不想换，是吧？反正我对面也带了这个千龙水慢慢卡，其实也不关键。是。雪山可咋办呀？普陀还有两只虫，化成两只虫，就他俩刚才召唤兽不多，俩人出地厅试了一把，没关照万象，没关出去。
那是不是为了保谛听出手要配合着快引弓啊？像这种天地九离城的话要配合着快引弓，但你如果要说的引弓加谛听的话呢，对方一定是会给这个天地的九离城有贴保护，对吧？召唤兽是一定会有贴保护的。对，就最少你是两下肯定是拍不死了。对，他不能说让你快压慢出手，嗯，对吧？哎，那这只虫这回好像也保不住了呀。哎，来了三荒，两个浮空，一连两连三连击带走启明人。那下把就没宠了。嗯，这个局势不太妙啊，而且这把我感觉压人的可能性就大一点，就这把对面可以选择压一下，因为毕竟这边的话他最少有两个单位要出宠的，牛唇宝多嘛，他肯定得出，要不然女儿可能会起盾。我觉得女儿孙真出宠吗？花儿四滴给出宠他铁倒。对啊，那宙斯普陀出的话，宙斯普陀两次了，他怎么能出孩子？因为是这样，你观战方女儿村不能说指望着花儿四这一把活血，那花儿四要被武装给套了，不一定，不一定能出手的啊。反正我对面九黎城已经给了天地了，无所谓了。对，他是稳出手啊，他是稳出手。哎，默认你起盾后出宠，我就控武装。嗯。哎，点个灯，火焰伞。那起盾就是活血了，嗯，盖手罗汉，大死亡，现在大死亡可以找机会了，只要中了，那就压血量，甚至用灵宝。两浮空，两连，嗯，三连，再加上群秒。这会儿的群秒其实就有一点刚才我们提到的九黎城三点零元那个味道了，它是开始压不止女儿村一个单位的血量，是压倒两个单位血量，同时造一把双杀，那后面的话其实是很难应对。对，你也不是就是说你每回合你都能这么扛，或者说你的化身就能每回合去把血量活上来。对，你这花儿四他需要蓝呀。对，他要蓝，对面武装可控，哎，所以很多问题都存在，他只能你不出三只，那你女儿也得出一只了，因为盾已经起了。曲阜的打法应该就比较固定，嗯，女儿连不控女儿，武装天地给九黎，对吧？他只要就这样一套打法，就稳定自己的输出就够了，心实摁下去，不要让速度有变化。四域生香也是给观战方这边女儿村，保武装一把出手。啊？直接天地加吗？控住。十二技能引弓，名字叫雪山说十二技能，他再多说一点，那么我也信，我们都可以信。哎，对，十二技能不太信。哎，少了。哎，谛听出来，再压。那如果是这种压制方法的话，先看几连女儿血量是不是？哎，幸亏只有两连。这种压制方法的话，曲阜孔庙这个谛听大概率是攻谛听，它不是，好像不太像法谛听，它寻求单点嘛。嗯。哦，这和女儿村很危险。主要他卡了个贝玉小四海全满血，宝宝对一贴的话，这个还引弓，就算他是引弓，好像不一定能清掉啊。是。而且你这个身上的蓝光，他确定是引弓吗？雪山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啊，雪山什么蓝光黄光你都不要信。不信啊。对，你都别信他。不信。嗯。控一个。嗯。真阳家。看拍对没。拍对。拍死。没问题。偷龙一个。偷给二。很稳。哎，对着拍，那基本上危险就不大了。哎，偷龙再加上金手指很稳啊，怕卡蓝药是吧？对，怕那个三号卡个蓝。嗯，渡劫渡慢了。嗯，关出去没蓝，没蓝。
那还行，没有我们说制造太大的一个杀伤，让对面浪费了，手动换相当于浪费了四只宝宝嘛。四只宝宝，还有平均有。平均还有6.5只是吧？对，平均还有6.5只。这已经过了35回合了。是，只能说短暂的做了一个消耗。嗯，就从开局到现在，这个引攻算是让曲阜损失较大的一次操作了。对，可以这么说，最大的一波了吧？对，最大的一波了。因为前面开局就清了对面武装一只宝宝，是，直到对面换宠才有机会清掉这个所谓的4只。那曲阜如果这样考量的话，要不要补个魔镜孩子，或者说补就是补个针对门派吧，就补个地府孩子出来，要不要？就是反正我可以，魔镜孩子其实也就是也可以开鬼眼嘛，嗯，对吧？对，主要其实就为了那一把鬼眼。对，为了那把鬼眼，嗯，我先把你这个引攻都清完了，我再慢慢出地听都可以。基本头巾没抽到，紧箍咒再挂。卡蓝给他让他出手一次吗？出手给个宝宝呗，踩个塔，就劈一下。哎呦，64000，这宝宝有高区啊，有高区。哎，这宝宝是有高区的，对，有高区。要不然我还觉得，因为关照已经用过了，对吧？嗯，他没有必要说我再加级给他卡蓝了。对，你无论是你有蓝没蓝，你只要关过之后的话，就不能再用这个关照万象了。是，哦，原来是高区的。所以看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吧？这种极端宝宝身上的这种辅助的技能是越来越多。对，包括曲阜有一只谛听神马。谛听神马，对，我也就是带神马的谛听，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业务倾城善恶全满的那种，全满的，是，哎，封印弓，来第三手抓，终于有九了，九黑玉跟一个九转。封印弓，我跟你说，他还要出手一次。那他这个武装可能是给这个谛听加的天地，然后他再劈一手。对，五号，对，五号他是一个这个高鬼魂，哎，这个法防，五号法防，我再劈一次。这又得有个40000左右，八，摁防御了，摁防御了，摁防御。那早知道用壁垒了。还行吧，这回算是防住了。刚才我们的想法出了一个小问题，对吧？说曲阜有没有高区的宝宝拉出来？没想到人家他不是宝宝，他对他也是宝宝，也是宝宝，但是他直接上帝听了，对，他直接上帝听来清，直接上帝听了，这个是万万没想到的。嗯，那雪山这边，我们看化生跟普陀最后一只，而且化生是出个孩子了，目前这个局势。不好打，你看这个谛听的速度，对吧？对，起个罗，稳一点，也是对面全场的第一个罗汉。我是觉得曲阜这个武装的天地是不能停的，对，不断。但这会儿为什么停滞下来了？你这谛听不停的话，雪山，你这个天地不停的话，雪山谛听是不好出手的呀。嗯。他是攻的，他觉得对面会起天地，是这个理解吗？起天地还能轮到这只攻谛听出手呀，对吧？这没有，他控一手啊。他控一手你就离，然后让你起天地被圈在里面。那是这样。对，曲阜要不是说女儿村踩那个塔没管这个女儿村，那你说观战方女儿村的私欲你能给得出去吗？对，他的一个出手也不存在了，对吧？你给不出去的呀。
但不管怎么样，就观战就想尝试攻地厅压，然后看看有没有大死亡那一下。只能大死亡能阻挡对面的一个我们说这个推进的一个进度了。真的，曲阜这个九黎的天地赶紧还是加上吧。你这个虽然说观战，或者他这个采一回合塔是不是有可能有没有金青的这个空间啊？如果采一回合塔够金青，哎，直接换鲲鹏，哦，观战换，封杀。神佑了，对，他武器确实有神佑，对，神佑了，给孝礼，拿这把魔音圣魂是什么意思呀、啊？就硬找着一把佛法无边是吧？哎，硬找佛法无边，房子有金青。三花三个浮空一下两连击三连击打满，走群秒了吧，走群可群，嗯，是不是应该走群秒，力劈这一下应该能够打出163，被笑中了，被笑中了，那神灵是一个立正，看牛春有没有这个，所以你看让雪山这一只地厅出手的话还是造成了很大麻烦的，对，起码也是我们说有效操作了，而且这回合的话你如果你女儿岛他可以继续的去，就是说可能他要有没有可能进了九黎我孤魂术呢，不是用这个继续用紧箍咒圈九黎呢，就是说起码要你消耗嘛，逼对面，对面的应对方法就反正用孩子拉嘛，碎玉控武装啊，化生寺也要吃武装这边的封印嘛，魔音摄魂再给紧箍咒，观战的打法让你挂着紧箍咒倒地，是我不管怎么样，哦，相生相灭，相生相灭，那先倒地。哦，那这样的话缺了两点愤怒，神木林又被笑过，对吧？三个点的话现在是没有愤怒的。是的，化生寺活血活呗。这个理解，看一下。如果对面没开女儿啊，我就觉得他觉得他的九黎城能站住，就是他九黎金青了，因为他九黎被点过嘛，被压过残血。假设没开，那就是九黎城放的金青，对面两个输出连续的两把金青，可以这么理解，是被一个笑掉，然后一个被观战方压倒。不是，那对战方武装再吃一把笑里，观战方武装日月乾坤套对面化生寺，这个。就很被动啊，对，得被动了，所以对面的话这个时候不能够在，我觉得他是太大意了，对，得消耗药了，就是说你不能省了，因为你这个风头九黎城我觉得是这样，曲阜是完全可以拿九黎城的速度来试观战方这边地厅伤害的，你比我出手速度快那我认了，对吧？那你伤害一定是不高啊，对，那你比我出手速度慢的话我是能够给你清走了，你保不贴保护贴不住呀，是的，这么个打法，笑空不，因为你刚才那把你放了金青再踩塔了，其实你肯定有这个奇金三叠，对，笑空你的奇金，那就是说观战要出慢地听了吗？或者说你这种，我或者说你这种大特技的话，我当回合笑中，隔回合你有塔的话，隔回合还要再笑吗？要不然分数又够了呀。是，就怕你全满怒那种。看一下对面能不能拉起来，得开掉。棋子人，哎，棋子人的话说明什么呀？说明曲阜女儿村手里没酒了。因为他是被慢拉起来，是不会吃观战方这边强行效力的呀。是。啊？观战有速度圈，有医术。刚才是没笑武装我记得啊，对，没笑武装，他是二又笑了一把神木林，对，笑武装的，所以那对面有这个愤怒点就是武装冠这点，那武装只能清风吧，来看一下要开化人四呀，那就不让进聊，没中，有花也没中，真阳再来，那就是这只宝宝，他得比对面九黎快吧？你这样子，他是快法地厅吧？
你得比九黎快啊。 他应该是快法谛听关照万象给对方九黎城，应该是这样的吧。对，又或者压倒也可以、哦、或砸。对，压倒也可以、那还有法系呢，渡劫给、觉得哦，两笑就是把新三叠的愤怒给笑空。是的，他对面没给尺啊。给尺了吧，武装不是给一尺吗？给一尺。来冰川怒，哎呦，冻住直接取掉了渡劫金身。我觉得曲阜这是躲过一劫，躲过一劫。雪山很难受，本来这个机会吧，最少这回合、对面女儿岛再加两只宠，我觉得不过分、如果是全魔有可能会点着孩子关。 对吧、就是说非俩宠倒女儿、女儿村是有机会倒地的。是是，本来是一次比较大的一次机会了，但这个冰川怒有点东西。 那我们反过来说，很影响一瞬雪山心态。后续状态调整回来的话，那你前面你现在宝宝劣势这么大，借助雪天气希望控的能够准一点。姐妹同心二抽对方的这个化妆寺也有中，不想吃紧箍咒，但观众方这边普陀要不要补宠啊？哦，比化妆寺速度快，已经出过手了，还是紧箍咒挂着对方女儿村。压女儿，那对面女儿就剩两个药了，因为三把嘛，取秒了，因为知道你这时候有可能还会继续的给地听。为什么是两个药？三把不是九个药？哦，对对，是五个，这个算错了 是吧？我这个算成四把了。来力劈，抬起两浮空，看一下伤害，还行，这天地真得加上。但这回观众方女儿村理论来说应该控对方的武装、你可以说就这么说吧，他不管是对面天地或者说封你这个化生，你都要受到重创。对，当然对面天地他肯定是这个收益是最好的。换宝宝了，要稳一速，拿一速笑武装天地同寿给回来，又省着一把天地，何必呢？再换这只就是魔镜孩子了。先指路开化妆寺，起个密润。宝宝的话，给女儿村顶一顶状态，加血没问题，五龙也解掉。这才是正常节奏啊，是吧？雪天气，有可能观众方这边是补出一只善恶宠的。曲阜看要不要先摸一下观众方这边女儿村的宝宝。女儿还是要控女儿，先把她的宝宝给清掉。她出宠之后的话，可以有这个全场的依速，但是被封印出不了手，问题也不大。就曲阜经过刚才应该也算是我有个警醒了。对，我觉得临场要赶紧总结一下啊，这个天地可是不能断的。控咒师，因为你有可能继续砸，也不让你有挂紧箍咒的一个机会。抽化生蓝不让你有活血。曲阜这个时候那几只童子的小蓝好像不能断，大死亡中大死亡中了大死亡中，好在有天地后续时其实没伤害。不能有反震啊，得出事儿啊，不能有反震。高鬼先导魔神四法，下回要放四个技能，用了化圣技能，这个技能如果是化圣一，他是十六颗 CD， 那下回对面要打面伤了，我估计女儿村得人挺大劲了吧。不过观战方的鲲鹏是出过了对吧？对，出过了，出过了，出过了压倒的九黎城。对，要没出过那还真有危险。那这个大金给不给，还是说你有金清绝？混元伞倒了，倒了，身上是轻霜毒，
两虎。哎，第二只鲲鹏，嗯，还是瞄着九黎城去的。对，两只鲲鹏，再出谛听，嗯，鹈鹕开。看对面的群秒了，群秒秒不到，有鸟阵群秒秒不到，除非他 Alt Q 秒，也是有机会的。对，就是怕官方出嘛。没有。嗯。那九黎城下回能起来啊？嗯。只能说杨户换的很果断。对，杨户换的很果断。那这样的话，他是曲阜一定是人体九黎城。他可以人体两个风影二刃吧，就两地听。因为这个速度已经试出来了。对吧？对，问题不大。哎，武装跟武装这边，他可以正常的派金兽云池就好了，保稳一点嘛，稳一点。确实，那个杨户换的很果断，没有说的再等一回合，对吧？等一回合自然的给吸走。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一波收益再没有的话，观战方宝宝就、普陀的话已经剩最后一只宠。女儿两只，化身一只，盘丝三只，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除了这波机会，还有一波吧，就剩下最后一波了。嗯，这是倒数第二波的一个进攻。是。看怎么保。保不了。保不了。就是常规的贴保护啊，所以这顶到天了加个渡劫。香山之用了，不让加战敌、武装主要是没有灵源，那谁拉？我佛慈悲拉呀。那孩子也可以拉呀。啊。哦，一号也快，然后还有加魔镜的。他怕贴一下，万一真贴住了呢？是这个意思吧？对。一尾渡江孩子那速度能不能配上？无魂再来。哎，武魂中了，有机会出手，壁垒，壁垒拍不掉，两只全关出去了。那这只是没有加啊，金宠。哦，爆了一个5600。金宠没问题。哎，出法莲，仙灵孩子高鬼。3200有暴击，意外带到了化生寺。这只一号，那没办法，吸的好厉害啊！对，这种宝宝换出来，它本来就是危局的时候出来的，一跟四嘛，两个阳护宠。再压九黎，数据是好看的，但是效果不太好。取到的整体的效果其实、效果是很比较少吧，甚微甚微。那要控一把观战方的盘丝呀。全武装。就说，不过观战盘丝的话，也是会抽了两把对面化生了。看看有没有抽第三把，他说有禁疗，哎，魔音摄魂再给女儿村，哎，顶个蓝，那这把胡雪有可能会行动失败啊，还是先活武装也可以，看对面的一个操作。他要活武装不控盘丝，我是理解的。那难受，怎么说呢？主要是一三速观战方女儿村吃了相思寒针，这回合他根本就控不了。就说他可能是这种考虑啊，就观战方这边咒师普陀身有佛法无边，他怕控上了盘丝之后呢，化生寺没有咒师普陀速度快，直接被砸倒了，只能这样去解释。是。三荒。那对面还得拉九黎，因为鲲鹏可以压。我真觉得对面女儿村你面前有盾，
而且这佛法无边也不是必出呀，这就没有那么害怕啊。嗯、那当然，官方的牌就剩一波了，确实不多了。对，就剩一波谛听的一个牌了、嗯，不太有这种机会了，除非你再中大死亡啊。嗯，再中大死亡就行。生命之泉先给上。进的武装，那没事啊，他既然水自己一定是活自己啊，对吧，女儿水自己一定是化成活女儿啊，对，武装倒了其实不关键的。 哎呦，这163活满没什么事了，三皇那鲲鹏飞掉，一个连击，两连，三连能打满。如果是风卷的话很危险啊，踩塔了，对面也稳。对面整场比赛有两次这种，就是在九黎出手过后啊，嗯，就说法系有机会压到，但是都选择先稳一稳，有塔踩塔。我觉得这一回合曲阜孔庙的噬魔神狐可能过来了。啊，有机会啊！我觉得这一回合，我觉得这一回合过来，就是你往往觉得这一回合是不是他要加天地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过来了，因为已经持续压得不错了。把关正峰那边的武装女儿村两点点掉也真的不是不行，可以，赶紧起纸人。你就看他天地还说控，他没控方，这个化生的话应该是正常。如果控关正峰化生就是压、哦、是。抽，那对面日月乾坤如果给化24的话，噬魔神狐直接甩出来了。对，差一丝，有法连，活歪，嗯，反正对面继续清宠，他也不是很着急。只有一浮空还可以，但伤害是有点高啊。嗯，幸亏是有贴保护。再金青，要不要猜一手心理，去点着对方的武装给魔音摄魂？我倒觉得他可以不快了。他慢拉拉起来，日夜乾坤反套，我觉得挺好的。慢拉反套，那要看曲阜女儿村手里的愤怒，先控一手武装。化24这手活血可以先活给这个九黎，但是吃了一把碎玉被控中，也有效力，对吧？因为你这一把如果慢拉武装的话呢，那你。下一回合如果精青不够，雪山这边依然可以去干扰你一个回复的，对吧？所以雪山提前给那个女儿村丢了一把效力，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哦，你看这拿引弓快出手，这前置位的去压这个九黎城了，像没压倒，是风云而刃，法防重先掉，三荒，一浮空，抬起一个来，这个没有指人，哦，两弹甲。走群秒，那就是盯着二号的、嗯、PY 了，先起个纸人，现在观战就盯着对面化生去动手脚了，是不让他活血，但是对面的蓝药还很多，嗯，因为全面前面能给盘丝抽蓝的机会他不多，喝酒了，嗯，也给自己天敌，因为你没有太多攻宠了，行动失败，是这个禁疗是没有给上，嗯，嗯，全部都是压的对面武装怪，嗯，无魂，这武装现在天地不仅可以给自己，还可以给神木林，对，都可以。因为观战王说，不说谛听啊，什么攻谛听，你连大死亡宠都没有了。哎呦，两浮空有暴击，伤害比较高，是一百群秒，
观众方这边，我们这个视角现在武装已经是残血，而且周师普陀的话也是残血。何明九有塔，一把金青能够开掉。如果是金青套化生，像你说的，就有可能会不会有灵宝出来？我觉得是金青套化生，然后那个周面上对，如果要是不套化生的话，这一回合屈服孔庙，我觉得甚至可以大胆一点，化二次拉金刚都不活血。嗯，可以。有啥好活血的？你给我对，是吧？观战没有宠。对呀、啊，因为一把金青，最多那个一号一四五随便谁贴保护一下那个九黎城。这只引弓的话，你算上头上生命之泉和金青那个血量，对吧？是完全能够扛得住的。嗯，哎，金青，罗汉，嗯，套化生了。反套没中，还行。那官方能够出手回血、啊，应该继续活得宙斯吧？我真觉得没有必要去攒七点灵元啊、嗯。没有必要。你三三拆开用，其实这可以的。赶紧顶血，一把活血。一连。哎，三连击也打满，嗯，风卷了，但是撞罗汉，难得的一个风卷，嗯，观战方这边武装生命之泉还要先起，那幻二寺还要活血给女儿村，得上，嗯，他的生命之泉不能断，对，然后其实真的雪山的操作相对来说也大致固定一些啊。对，就是哎，那紧箍咒还要再给对面的女儿村嘛，是吧？武装生命之泉起，化二寺给个活血，很局限，真的。这是不是要拿两只引弓硬压对面那个九黎城出手呀？可以这么做，但是因为对面他魔镜也给不上了嘛，对吧？因为九黎太快了，嗯，所以也就正常的。点着拉就好了。对，所以那个孩子一直没动嘛，对吧？没动，他一直在点着九黎城拉呢。起个九番，哎，也看到了，这应该是两引弓啊，想硬压人物单位。对，生命之泉起，这都很固定的操作。哎，两回合控化生没中，还行。嗯、那观众方能不能摇走？小狼还有踩个塔。哎，两压，但是呢，对方有九番。哎，拉个速度圈。一尾渡江还是要一三速啊，不出手，那对面继续压。三花。浮空提起来。这三连。嗯。九凡贴住了。一丝啊。而且速度不够快，九黎城已经出过手了。对。再跟一把群苗，观众方这边九十村也剩最后一只宠。人均一只现在。那人均一只。对，把盘丝那只平均一下就人均一只，不过孩子跑掉了。嗯，就是说，观战的引弓压制对面不能用孩子拉了。哎，因为盯着牛村连续的给这个输出，所以说下一把没问题，三控化生终于命中，踩塔紧箍咒。我再换一只，嗯，要清引弓，有反震，有反震，神佑了，三荒起来，哎，没起来，倒了，倒了，反震倒了，倒了，这个就是之前九黎城出现之后，我们在说宝宝高级反震这个受爵是不是体系？对，就说可能现在因为天元主他只有屈服，嗯，他在。用九黎城打五神坛，对。那如果后面我说你别急，等紫禁城包括钓鱼岛这些九黎城全都起了之后、啊，对，他们的第九个门派都是九黎过后，那这个高反震的这个我说宝宝或者说、这个兽爵是不是就应该要对一些宝宝进行改造了？我们不能说全部啊，哎，不能说全部，对。但是大部分的这种我说一些血宠啊，或者说毒王宠是不是有机会把它给摁上去？对。在我们很大一部分时间里面吧，像高区
高反震这两个技能呢，相对来说，出现在他们这些近台宠的宝宝身上是比较低的这个机会，因为本来这个主要还是格子不够，格子不太够，是它不跟以前的这个力劈壁垒神马一样。对，哎，拉起来，嗯，先出宠吧，因为本来你也没有宝宝了，嗯。女儿控女儿武装可以继续给天地，对，这一把曲阜的女儿一定要控这个女儿村，因为女儿不控女儿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出现呢，你不控这个女儿村，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去封那个九黎，然后你家天地这边的宝宝给那个九黎城直接封杀掉，嗯啊，但虽然说这个概率比较小，因为观战方这只五号宠是比对面九黎城速度慢的，但如果他神佑的话，你直接就被封杀掉，摸你一下你就倒了。对，或者说这边女儿她必须得圈住。哎，不管出宠，砸倒也可以。嗯，但砸倒的话你就控不了她，她四号继续拉。嗯，天地给换。如果是砸倒的话，就反正我四号继续拉。嗯。而且阴差阳错的就是。这金青那怎么说，华人四赶紧拉几个状态，拉个金刚拉个防御，赶紧把那个天地给顶掉了，是吧，那华人四我要他干嘛，是继续压的九黎的，但是我比你慢，先清五号啊，哎，还有反震啊！记住了啊，雪山的两只隐弓有反震，有反震，对，得记住了。所以说，隐弓是不是就有很大的可能性？他去就不过，大多数隐弓都是以前那种技能比较多改的，改的，对，改的。高反震它存在的这种是比较大的，嗯，而且很多比赛啊，或者说一些三攻互冲，他隐弓他必须带高反震，要不然你老是给人家呼两下不太好。对。物理的人物单位也多嘛，打对是吧？对，那种狮驼岭啊，尤其你到了这种残血情况下，哎，尤其那个残血凌波城是吧？哎，摸一下，你可能就起身之后交一个九转，碰一下宝宝，你直接再倒啊。是。但这个局势啊，相对于观战来说，那确实，比如说当这两只宝宝飞掉之后，他没有太多办法了。哎呦，慢地听。啊，那他要是加个真阳呢？哦，他真加的天地啊。对，那就不让天地了。嗯。进了女儿要继续压，但是这边也是。那怎么说？到头化身给一敌是吧？养护先清。不是九转先清五号。哎，还震，但没震倒。第二下。飞了。击飞。嗯。那可以看到，包括武装以及九黎都是在保，还有女儿村都是在保那个五号地厅出手的。嗯，怎么说？关孩子？什么灵给一滴？关孩子？但是也够了，关孩子就行了吧？要看后续往哪儿瞄的。嗯，哎，六千，全魔，官方没给尺子。哎呦，坏了，出事了。出大事儿啊！不过怎么样也好，他就算他不控官方宙斯，宙斯他也不是砸的五号，嗯，他却瞄着对面的女儿村来的。嗯，那这比赛收了呀？收了，收了，是吧？这挡不住了。九黎，那他既然不前面不拆的话，他玩一把帅的，他这把他给用掉了呀。嗯。再换鲲鹏吗？对，就持续给你压制血量，这回合石魔神户要交出来了。要收这个比赛了，是，武装，暴击四千八弹夹站住，因为你花二四只能活血给一个单位啊，赶紧出盖罗汉，那看后续，风头九黎来，哎，噬魔神虎，来，这可是好多黑影啊，三个单位，三个单位，看一下平均七千三杀，哎，一回合三杀，帅是真的帅啊。难受啊，花二四活血直接活呗。对，难受也是真的难受。
啊，混元伞。嗯。那对面贴一下一号，反正就是清一下宠呗。嗯。贴一清宠，雪天气空化成四。对，反正武装现在是固定操作了。哎，武装是固定操作了。这现在天地不用加了呀，对吧？不用加天地。哎，这一会儿的话是不用加天地的。这九黎城。怎么说？他还有灵宝，我想说的是他还有灵宝。哦，灵源暂时没有了，七八五十六嘛，他刚才用的七点啊。嗯，就是说我说后续他就算还能攒，有金石技能，嗯，可以有一次金石的一个三皇技能。对面可给渡劫啊，先控。哎，没有开花。嗯。你也不能屈服的每一只，你就相信你能封得了，是吧？三浮空起。哎。铁火双阳。多一个单位啊。对，五浮空，哎，二三。哎呦，还好宝宝触发了个神佑。活血活歪，这手活的女儿孙，嗯，有贴，看能不能站得住啊，两贴吧，两贴，没问题，嗯，关出来了，除了化人四，好像碰谁谁倒的，一万三，哎，鬼魂孩子先倒，大死亡再神，力劈，哎，这一下没劈到化人四身上就还好，三万七，惊心一剑。好，空蓝163看到了，那这样的话两把落雨砸过来，哎，他头上是不是生命之拳，状态有点多，哦，看，哦，有生命之拳，对，状态有点多，哎，有的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比赛没办法，对，你固定操作只能舍自己，对，本来他有医术的话我们说他还能够想一下慈航，因为他肯定酒还在的，是三荒，嗯，碰到九黎城没办法，嗯，你看已经开到了鸟阵，已经变到了曼珠沙华卡，他真的要兼顾一下自己的抗性，要不然就是刚才无论是风云二刃是吧，这个包括三荒等一类的力劈苍穹等一类技能打过来就不是这个数值了，就已经，嗯，有一说一，这把可以给个天地确保出手然后收场，对，上一回合可以不给，但同时俩地听啊，好像不关键了，好像不关键了，而且这个引攻速度也不算快，不算快，哎，是吧，这个速度他这个二号速度不算快，61回合，啊，当然曲阜现在也没有必要出这个快递厅跟你这儿这个这两只晃你一手比划比划，这两只他选一只宝就可以了，就两天那一只他加一下就可以，两天的加真阳嘛，对吧，青石那增加了浮空的一个几率啊，来看一下能不能出手，先出宝宝，嗯，确实天地也行，真的可以，觉得拍尺子已经不顶用了，嗯，打到现在这个时候只有鬼气可能能产生奇迹，青石三荒镜面，这个青石几率增加的时候反而一个没升上去，但是下回是有魔神四法，有四个技能可以出了，来看一下，哎，鬼气啊，问题倒也不大啊，渡劫给的一号嘛，嗯，关出来感知驱鬼地听，你看看又感知地听，对，神马地听，神马地听，包括我们昨天看到还有一个逆境呢，对，嗯，现在大家在等什么地听呢，高反震地听就是说已经有这个高反震地听，高反震
收益是最小啊，收益不大。但是看到对面只有一只引弓的时候，啊、就不慌，是一点都不慌，是确保能贴得住啊，能出得了手。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应该基本上锁定在了我们的这个62回合，因为那只谛听的话它不带感知嘛，曼拉喝酒，但是呢观战方这边尝试着是出一批出一只带马的召唤兽，对，华人四也拉了一位渡江，但是这个速度依然没有变化，是这时候慈航的话是没有的，哎，那哎既然慈航没有的话，那这个 PK 就其实就已经结束掉了。对面也是为了尽快清场，他魔神四法都不用了、嗯、就是说我去拉一个感知的宝宝出来。是的，那本场比赛两次想用刺士的想用化圣技能然后去进攻都没有够顺利、嗯、第一次是被毒这个轻霜毒毒倒了、嗯、三荒力劈苍穹看能不能站得住。哎，神佑，神佑就是再多一回合的事儿啊，一速是抢不到，那是完全没法打了。12000，那么随着神木林一个高额的伤害，那么本场比赛的话也是曲虎庙拿到了210届五神坛8进4比赛的胜利，是恭喜曲虎庙。